选择适合的秸秆木材粉碎机锤片，需综合考虑原料特性、设备型号、锤片材质和设计。首先，根据粉碎的秸秆或木材硬度，选择耐磨性强的锤片材质，如高锰钢或合金钢。其次，依据粉碎机的功率和转速，挑选尺寸和重量匹配的锤片，以确保粉碎效率和动力传递。同时，锤片的形状和分布应与粉碎枪设计相匹配，以优化粉碎效果。此外，考虑锤片的替换周期和成本效益，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。最终，选择那些经过市场验证、口碑良好的品牌锤片，以保证粉碎机的稳定运行和长期效应。